啱啱在内蒙古拍完戏回香港的陈法拉这天就出席圣诞亮灯仪式，提到今年的圣诞节，法拉就说会带埋男友回家跟父母一起过。今年就会回妈咪的家，跟他们一起过一个很温馨的圣诞节，我想着不出街了，在家里大家穿着圣诞睡衣，在家里看看电视啊，聊下天啊，拆礼物啊，交换礼物啊，就过一个家人的圣诞节。因为我妈咪煮的东西很厉害的，她会煮很多很多很多的圣诞大餐给我们吃的，所以这个大餐呢就吸引到其他的人都会join埋一起的。同男友感情咁稳定，爸爸妈妈应该都好期待你哋快啲结婚啦。佢哋都知道我比较独立啦，同埋佢哋好尊重我嘅意见啦。加埋过往几年都系读书啦，full time 好忙啦，加埋而家啱啱毕业又事业为主啦，咁所以佢哋都有时会问一下嘅，但系关心嗰种问啦，唔会催咯。